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女孩。今天和妈妈来地里面种点菜，然后种菜了又摘一点菜回去，摘了一些辣椒啊、玉米啊、豆豆的，一样摘一点。你们大家在镜头下看到我和妈妈走路都非常的艰难了，然而我们在农村却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，来地里面种一点菜，就不用花钱去买，然后就是自己种的也新鲜一些。从小就出生于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家庭，我的父母双方都是残疾人，在那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，我的父母呢就是依靠着种农活来把我们抚养长大。我和妈妈的双脚呢弯曲变形，瘫痪无力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杵着双拐呢都会摔跤的。你们大家在镜头下看到我的脚稍微比妈妈好一点，我是在10年前通过各方面的求助做了一次手术。手术呢就是最大的成功，就是把我弯曲变形的双脚给放平了，但是我的双脚呢还是瘫痪无力的。我们的一生离不开拐杖，像走这些凹凸不平的地方呢，我们杵着两颗双拐都是经常摔跤的。到如今呢，妈妈已经残疾了59年，我残疾了30年，一路走来了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坎坷坷，我们无法像你们正常人一样上班挣钱，因为我们的双脚残疾，双手呢也是重度残疾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坐着、做事呢都是需要双手的，如果双手能够活动的话，就没有那么辛苦。然而就是我们呢双手也不活动。我们的人生呢遭遇了太多的不幸，一路走来呢，我们都以坚强乐观的心态来面对，坦然去接受自己的不幸，换个角度的来安慰自己，至少我们的生活能够自理。比起那些就是生活都无法自理患上重病的人来说，我们还算是幸运的。感恩自媒体能够遇到那么多的好心人，谢谢大家的帮助。昨天收到了一个好心网友赞赏了50元。